全国各地的胜负欲，谨慎有效果、啊、掰手腕吗？行啊，我用小拇指都能赢你，再不会有我吗？恰恰相反，小拇指是我们湖北人的终极武器、我们从小到大边走路边吃东西，手里挂着四五袋早餐，还有几瓶矿泉水，锻炼出来的小拇指肌肉、好家伙，那我没有办法不赌上广东人的尊严了、我们广东人从小到大锻炼，无论是打台风、水浸、搭地铁被人踩脚踭，又或者踩香口胶，都绝对不会甩咗人字拖锻炼出来的脚趾肌肉。来吧！吃饭喽！吃这么多呢，你胃行不行啊？我不行。你生吃过辣椒没？切！你喝过胃酸吗？切！你见过小人吗？兄弟们，今晚吃沙虫。这洗澡水太烫了哈！瞅你们南方人还怕烫呢？光下面，阿林别怕烫，看好哈，不降临的绝技啊！啊，是泡茶泡到极简，可以抵抗开水高温的手。切！你这个有咩难度啫？广东人都得噶啦，我这个你就未必可以。什么？从小到大被广东妈妈逼着喝热汤的技能吗？切！这玩意儿你南方人肯定不行。什么？还在东北冲爽，有尊有正，练就出来的内高温皮肤。我这就洗澡了啊，怕了没？那就看谁坚持了最久了。